老人，老人，阿云啊，你是走去对？啊，你看这里本簿啊，我看这啊，哎、啊，恁老。你老的哦，你老的，我老了，这老我老这少年，啊，差太济。你去找一张你送的，你老的阿阿妈。嘿，我看妈倒的吧。我的故事只是我太太。无你二十当前的少的的少少配哦。怎么那么可爱？哎呀。看妈倒的是这个吗？安娜倒，你是倒对。安娜倒，你是倒对。我不会高兴，我不会改了，你紧回来好不好？我曾经也回去啊，我识我梅仔园，我带几瓶啊，创创，我先把带起，心脏好晕，差点晕倒，我就赶快躺到车上，累，到我说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没有办法种田。时不依我，太老。照爸爸意思，返乡，返乡，返乡娶亲。人当时天，那那那那复根，一下来200多个。我实在没有办法，通通进。以前多线拔有没有？就是改刀。他在养鸡之前呢，其实是养山羊。那一只山母的山羊呢？母山羊大概这个一两千块买的时候，但是买公羊他打肿，一只20万公羊。为什么？他买了两只公羊，花了40万。然后我一个月抓起来，两头公羊对付400多只母羊，是吧？所以我不敢返乡的原因在这里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